好，这里是小 Chloe 的 Chicago 之行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二站就是 Chicago 大学的狗尾巴草。的狗尾巴草，大学太大了，从他们一栋教学楼到另外一栋，他胡学姐所谓很近的教学楼，相当于从我家到学校的，走不动。学姐、哎，你也有什么感想吗？学校好大，同学好累啊。你怎么带着我的学生卡呢？嗯？你怎么带着我的学生卡呢？大学的学生呀，哈哈哈！请你转学好吗？我也想转学。那么我们学校就只有一栋楼，不对，三栋楼，但是主楼就一栋。你面前左边的这个是法学院，就是奥巴马之前就读的学校。你在 emergency 前面照相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来到这里，耶、yeah ！你要再往左边去一点。反正我在录视频了，因为奥巴马之前在这儿读过书，所以很多饭店已经都对学生有打折。哦，然后还有那个有一家饭店是奥巴马经常去的，然后那家店里有一张桌子，那个是本科生的教学楼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可像哈利波特的图书馆。哇，阳光好好。这什么清奇的拍照机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我们学校法学院，然后是 law quadrangle， 就我们学校各种，因为就是那个庭院都是方的，所以就各种 quadrangle 方庭。方庭？对，你不觉得这很像一个北京某部委的什么大门吗？就是、想的很像。它整个这样一隔离开之后，就显得特别 intimidating， 就很难接近的感觉。这是奥巴马读书的地方吗？对，这奥巴马读书的地方。然后就前辈比较好的法学院，哇，我现在有没有录取？前男友，我现在有没有被他录取？开始血洗，哇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！听到钟声了吗？听到了。那边教堂每个小时会敲钟，然后开学的时候会有那个就是免费参观的那种 tour， 平常是上不去的。那我今天唱过歌，哇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上不去啊？我们可能上不去，我们现在穿过中央大草坪。芝加哥大学特别有趣。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不是一只鸟死在了我的包里？就别的学校都有什么护城河？你们有护校河是吗？我们有护校大草坪。你们还有护校警卫队？对，我们到晚上的时候，每个小时每个路口会站一个警卫。秋天的时候，这边叶子都特别好看，但现在都已经枯藤老树昏鸦，没有小桥，没有流水，也没有人家，太惨了。这叶子真的就是你睡一晚上，然后起来早上起来，这树叶子已经掉光了，特别惨，冻得我鼻涕都出来了。好，这段可以 cut。Hello， 您现在看到的是芝加哥中央大草坪溜冰场。噔噔噔噔，因为有一些积雪是上周下的，我们冬天还零下30度呢，现在还没有到，但是您已经穿起了最后的鹅。对，但是我最后的鹅里面是穿了一件非常非常薄的毛衣 ，sexy。但是里面暖气都还挺足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应该也能活吧。我们在录 vlog， 不要说废话好吗？我在滑冰开心吗？开心，韩国小哥哥好帅哦。学姐滑的可好了，学姐真的冰上公主。学姐冰上公主，但是学姐昨天还摔了。I wish I could be like her one day. You would. 哎呦，真的好难哦。You make big improvement yesterday. 今天就是我们学校像哥特城堡一样的教学楼。哥，羡慕。这边都是。这是大草坪对吧？后面的群众跟上来，跟上来。大家有听到我的吸鼻涕的声音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冻的鼻涕在往外流。你要自拍一下现在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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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哦，这段可以卡了。确实有一种饱的感觉。
好阴森啊。这里是什么？这是本科生平常上课的楼。我们学校本科生还挺少，就只有1500个本科生。那有多少个研究生啊？研究生一个学院一届就300多。那有多少个学院？什么医学院、法学院、公共政策学院、经济啊、社科啊，七七八八，反正本科生很没有地位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最有地位的就是像胡学姐这个样子的，女皇，最难找工作的，特别难找工作。哇，大家请看，这里真的好美丽哦，充满着。你拿的是垃圾桶吧，我的宝宝。垃圾桶也美丽啊。妖娆的胡学姐。走，让我们上塔楼。塔楼是要爬楼梯吗？哇，有电梯可以坐，好开心哦。这个电梯会像你昨天在家里的电梯一样卡在半空中吗？不反复。我们期待一下电梯出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这段时间请低调。低调。就是这里是哪里？哈利波特是在这里拍的吗？好可怕哦！刚刚我们是不是见到了一个？刚刚我们见到了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图书馆。我其实想说，我们是不是见到了一个一样的手套？我感觉我现在在一个童话城堡当中。耶、yeah. ！开心吗？开心，宝宝好开心哦。宝宝走着。